The sky is the limit. 天空将是他的天花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昂哥，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济投资理财顾问。咱们先来看今天新加坡的大盘。海峡市报指数今天下跌 1.02%， 收盘在3259点，表现疲软。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啊，来临的周末有不确定因素，所以 profit taking 在所难免。同时今天晚上呢，美国将要公布非农就业数据报告啊，这个数据对美联储做加息决策呢有重要的影响，所以避免风险也在情理之中。从图中看啊，我的红色丝带呢今天已经转成了绿色，标志着新加坡的大盘的长期趋势呢已经从熊市转变成了牛市，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指标。那个股方面呢，我们昨天视频当中说的两只股票啊都又上了一层楼啊。 iFast 上涨了 2.09%， 收在了5.85块。Samco Marine 上涨了 2.07%， 收在了 0.148。 对这两只股票感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翻看我昨天的视频。昨天的视频当中除了提到这两只股票，同时点了一下有四只油气股在动，其中呢 Rex International 和China Aviation 今天有点弱，没有特别大的动静。但是另外两只呢表现非常的不俗，其中 Dynamic 今天上涨了 6.77%， 收了一根大阳线。 RH Petro Gas 今天上涨了 3.19%， 反弹的势头呢看起来也是比较大。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只油气股 Mermaid Maritime 今天开始崛起，收涨了 6.67%， 交易量得到释放，动能强劲，下周可以多多关注。今天在我的第二个 WhatsApp Broadcast List SG Penny Stock 的这个 List 当中呢，有给订阅的客户们发了一只股票提醒。这只股票呢就是Paxson Retail， 属于横盘整理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上冲的形态，动能呢看着不错啊，目前的技术阻力点位或许是在 0.07， 如果能顺利突破的话，那下一个关键点可能就是在 0.094， 目前的支撑点位呢或许依然是在 0.050 和 0.051 附近，下周可以继续关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如果你也想第一时间就收到我的股票提醒啊，同时需要专业的股票经纪呢一对一的为您服务，欢迎随时我才联系我。记住，是开在我这边，我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和您讨论股票，开在别的同事那边或者公司的 house dealing team 那边呢，我就没有办法和您聊股票了。最近有很多人问我，说已经在其他地方开了股票账户怎么办啊？其实很简单，在我这边重新开一个就好了。因为在菲利证券呢，我们允许客户同时拥有几个交易账号啊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